人，请问一下，你想去什么地方呢？我想去欧洲。哦，那你想去那里碰到谁？我想去那里不用碰到谁呀，我就是想去玩。请问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嗯，我在迪拜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你想去迪拜遇到谁呢？遇到小安斯。哎呀，请问一下，你想去哪里玩？日本。哦，你想在那里碰到谁？我想在玩转火呀。嗯，请问一下，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最想去巴黎。啊，那你想在那里遇到谁呢？想遇到安东尼。请问一下，你想去什么地方呢？希腊。哦，那你想去那里碰到谁呢？人，特殊的人。具体一下是什么人？不太好说。你想去什么地方？想去什么地方？想去好多地方。找一个。想要去法国。嗯，那想去那里遇到谁？遇到谁？啊，遇到帅哥。请问一下，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我想去日本。哦，我也是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想再遇到谁呢？遇到我心爱的人。